面请欣赏相声《脱妻献子》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峰。就像没有说一样，第一次来的时候印象挺深的啊。2014年那阵助演，给岳云鹏我们师哥助演，对，来这徐州演出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退票啊，退票，退票啊，退票是上次来啊，上次有一个大展馆，后边观众听不见，对，德云社的唯一一次退票就在徐州，对，耻辱。特殊情况，特殊情况啊！第一次来我记2014年啊，这个岳哥在台上演出，我还说呢，这个难得呀，来这个南方演出，然后记印象特别印象特别深。对，也有一观众，我们是北方，因为我们印象里，一说江苏省，他就都是南方，我们概念里是这样。但是你可能徐州还是有暖气是吧？哎，这个、现在是暖气很发达。可以买一个白大叉的，挺好挺好，希望这些人都常来。哎，江苏省啊每年来很多次，各个城市啊哪儿都去到，必须要走遍江苏。哎，这次我们哥俩来徐州也特别高兴，特别开心，全场也来了不少的好朋友，有认识我们的，当然有的朋友们对我们哥俩不太熟悉不了解，跟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了断。你要死啊你啊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是。这两秒钟你们在想些什么？哎，怎么还把我字摘了？这是我搭档朱鹤峰，是我。其实可以理解，你们来到徐州卖票演出，奉献艺术啊。贺松来到这儿省亲来了，哦，回家哪儿省亲来了？徐州，我这不写着你是哪人呢？贺松土生土长天津人，天津人往徐州省亲来了。贺松的老祖先曾在徐州留下了好多好多的佳话，是哪个老祖先在徐州有佳话？想当年乾隆帝六下江南四次来到了咱们徐州，啊，乾隆是你们老祖先？哎呀，行行行行行，不是这，不是穿身黄你就是皇上，我的老乾隆，不是啊，乾隆姓钱，我姓朱。乾隆姓钱，康熙的姓康，多么搞笑啊！多么个愚蠢啊！非常喜欢徐州这座城市，对对，也挺好。咱们这是朝拜来了。说了十多年相声的咱们哥俩，来到相声发源地，更应该好好说相声。你们等会儿，自己鼓掌都迷茫吧？是哪
哪儿？徐州相相声发源地。相声的祖师爷是谁呀、啊？东方朔。东方朔是哪个朝代的人物啊？哎呦，这还真，那是汉朝的人物啊！哎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徐州汉朝的首都是哪儿啊？汉朝大汉，不知道。大汉，我现在江山，我现在正在学地理。大汉江山400年了，在哪里？徐州不是。我都快信了，我都快信了，京都在徐州，我都快信过来。这好啊，这地儿好啊。那跟你说的有关系吗？汉武帝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忘了吗？徐州真是一座人杞地灵的宝城啊。这是汉武帝说的。那么你爸爸也能说这话呀？不就等着说呗。真是，这是一方宝地呀、啊。对，宝地归宝地，嗯，别给我引这个历史。真是太美了，令贺松魂牵梦绕啊！你埋在这儿太好了，被我埋到那个汉墓里边，我来个金缕玉衣，我就穿上了，我就往里边一躺，真是。哇凉哇凉，想的挺好。对了，好多往里边到哪个城市开开心心的，尤其像咱们演出啊，选的都是一些好城市，哎，对吧？咱们能来到这儿，也是咱们演员的荣幸，这是我们的福分。对，观众能来到这儿呢，证明对于演员咱们是喜爱，哎，对吧？像咱们演员来说呢，得弄一些好的作品呢，回馈给观众。真是这样。那么要好多演员来说，其实水平都很高。哎，相声说的都搞笑幽默。对，你比方说，好多朋友选谁呀？德云社的很多优秀的，是吧？哦，对，说的就是他。对，一句也没听懂啊。这耳音确实不是此地的人呀、啊，人喊得很清楚，傅艺伟啊。跟咱家有什么关系？你好，傅艺伟。哦，张云雷呀、啊，张云雷啊，辫儿哥哥啊，这个有喜欢他的，对，还有一些朋友呢，你比如选谁呀、啊？岳哥，哎，岳云鹏先生，包括你选谁？我师傅，哎呦，郭德纲先生，对吧？这些都很正常。对，郭老师他们现在，当然说啊，喜欢他们，他们来的来的少，没错，他们现在说相声的机会都少。死了，没。怎么这大过年的，别老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啊！什么死岁？哪儿就大过年的？我这不许愿的吗？不是，不要许这个愿吗？你不是这学里的王八吗？不是，咱们希望他们健康长寿、啊。是希望他们好啊！是啊，他们现在是不是眼睛少？非常少，尤其郭老师，哎，对吧？现在你他的重心基本话剧、戏曲，哎，对吧？你现在相声他很少说了都，现在又准备过两天准备要演那叫蝙蝠歌剧，哎，郭老师演一蝙蝠，多厉害！干嘛去了？吊着威亚满开飞？不是，满开飞小胖子，告诉你，人类不能吃蝙蝠。我去你的吧！结束了，这台上甭管谁说去你的吧，都是下班儿。这干嘛？徐州钱是好挣的，这还是我们下班了，退去。我们徐州又不是没退过。我们有这个开一个绿灯，哎，一会儿把票都给大伙儿退了。一人在临走的时候，一人递了一箱露露，我都玩这饮料，换一箱可口可乐，啊，真乐呀！这我叫这贵吗？我叫这贵点，我就说这。对不起，咱也是咱聊郭老师，别聊了露露了。郭老师啊，郭老师现在这是歌剧、哎，话剧、戏曲啊，涉猎广泛，涉猎真广。但是相声确实说的少一点点。对，
今年来说演的不多啊，清明演了一回，七月十五演了一回，我们都是个好日子，看一眼少一眼吧，啊，珍惜当下吧。但是郭老师心是火热的，哎，我师傅啊最心疼的就是观众朋友，嗯，有人一说吧，就是观众朋友们，尤其靠我每次出来演出之前都跟他说了，到那儿好好演，辜负人家的每一张票钱，拿观众当做咱们的衣食父母去对待，经常说这句话，这个话这说出来好听，嗯，谁都会说，对，对不起，你看他扪心自问啊，他真拿观众当父母吗？没有。你拿他当父母，你倒是来呀，你常回家看看呢，对不对？你让我们来了，今天的观众仅仅是我们这些演员的衣食父母，哎，我们才是郭老师的衣食父母。哦，他要不说我都不明白，对不对？您花的钱花到哪儿？花到我们身上了。给我们了，但是我们也是到一小部分，哎，大部分都进我师傅的裤裆里面，弄点钱在哪儿往哪儿塞，对吧？我们挣点钱啊，没多少，寥寥无几，哎，过来呢，我们还得怎么？我这还得给师傅那叫什么呀？交保护费。说出这个词儿来实在是太难听了，怎么说呀？抽水。抽成人家还得拿一部分走，谁让咱在这个雷射金字招牌下边咱们讨生活呢，对吗？人不容易。当然说郭老师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，哎，靠着跟人于大爷呀这种默契一步一步走的，真是喜剧的半壁江山呢，还可不吗，嗯，所以像我们好多演员，你要说说的好的靠的什么呀，就是大的年头的酒，用我们行话就是默契度。对，你像我们哥俩后台的演员的不了解啊，有可能有搭的一年两年的，有三年五年的，你像我们哥俩到今天搭了得有十二年，我们哥俩说这个玩十二年了，十二年在历史长河当中没有多少，沧海一粟，真是十二年吗？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二年，能有好多个十二年，这就别谦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哥俩从二十岁出头到今年三十多岁，啊，一直在一块儿。真是哥俩，真是我在他旁边一步一步看着他，已经真是，哎呀，你想说什么？就是越来越成熟，艺术愈发的精湛。对不对？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，这是我人生刚做的，觉得最好的十多年，也有可能是最后的十多年。该自信的时候又不自信，不自信的时候咱瞎自信。我活十二年，我有什么不自信的？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人类是愚昧无知的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怎么我就早该死了？哎，也不能这么说啊，也有可能是明天。日子我定好，哪个阎王爷呀？我不是，咱们一定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对于我而言，这个十二年啊，对吧？从我这个青年时代到我这所谓的吧，壮年时代吧，哎，对吧？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的经历在增长，哥俩关系越来越一直在合作表演，最好的十多年都给了他了，我没有要。这不是你要不要，你被动接受，哎，对吧？你这十多年跟我在一块儿啊，一直台上好搭档，台下好兄弟，非常亲密无间，这个哥俩关系可是好的没法说了，对，就恨不得穿一条裤子那种感觉。哎，后来实在买不着这么大的裤子，对吧？有时对他的了解程度胜过他的父母，哎，因为他在家里见很少，嗯，跟我在一块时间更多，经常出来一块表演嘛。我甚至我都希望我哥俩的关系能够再升华。怎么升华呀？再好一点。嗯，不是亲兄弟，什么叫夫妻呀？我们俩过日子来的，非得拜一个啊！对，百年好合我们。我所谓就是那种结拜，结拜。你知道这事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是说当地有那就是把兄弟有那种，哎，咱哥弟弟兄不错，咱们结一盟。过去有桃园三结义，对，就学习这种精神。嗯，行吗？可以呀，咱俩也结拜，没有问题。搞一关帝庙啊，拜关老爷，
义气千秋。过去桃园三结义也是如此，刘关张仨人在桃园这个地方都会好了，关二爷塑像摆在上边，三个人喝下去亲兄弟一样。哎，那哥俩当时就急了，没有关老爷的塑像。那关老爷塑像在哪儿呢？关老爷塑像在关帝庙里边的。那他们怎么不去关帝庙呢？因为关老爷看脸红，有点臊得慌。哎，啊，咱去关帝庙，关老爷在上，咱哥俩拜关老爷，歃血为盟。哎，拿个碗，过去都讲究这个，我这人讲究仪式感。碗搁这儿，把刀拿出来，别太多，别太多，太多受不了。腕子上轻轻拉上一刀，来上3000 cc， 你受得了受不了我不管啊，我喝不了。3000 cc 太多了，喝完我肚子里都出水印了都。咱们讲究啊，显得哥俩教训好啊。不用不用，过来，你过来点，那这样，你拉动脉上拉个口，我扎口坐行吗？自重人嘛，来两碗酒，稍微来一点血，意思到就行了。来一点，对呀、啊，拉拉哪？拉哪？我就一怼鼻子，流几滴血，来点鼻血也行啊。行，我犯智障的时候，我给你记着。哎，太可信了。您觉得我这边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反正关系好。咱俩谁大？您比我大。那我是你爹。没听说过啊？我您是我哥哥。我是你哥哥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弟弟。嗯、哎，咱哥俩亲密无间。对了，关系好，太好了。甚至哎，咱超越古人，怎么超越古人呀、啊？过去的古人啊，讲究什么那个阳左之交啊，就超越他们，这人更好。而且过去交朋友还真有讲究，什么讲究？你比方说，我有这么几句话啊：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穿房过屋，妻子不避，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。哟，您说的贺松有点一头雾水，您给大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呀？咱一句一句解释啊啊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啊，其实很好理解啊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没钱。哦，因为金钱产生了身份的差距。对了，比如咱哥俩啊，可能啊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哦，可能没办法在一块儿合作。哎呦，那真是贺松的不幸，我的万幸，没办法一块儿合作。哎呀。您呢不跟我合作以后，您的事业是蒸蒸日上。不跟您合作，我反而蒸蒸日上，越来越好，平步青云，一步登天。哎呦，单口喜剧界的扛把子。我终于在那个行业成为了话事人。反正就事业啊，达到顶峰倍儿厉。哎，对了，各大综艺啊都是你的身影。哎，大家伙儿网上看综艺，啪一打开，给我出各种搞事。哎，我上这儿，我就上这儿捣乱去了，我就。哎、各种网剧主演男一，哎，各种爽剧男一，都是您啊。哎，打开电视，各处都有您的身影，倍儿爽。对。热搜词条都是你，哎呀，都是朱可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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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可松啊啊，都是朱可松。你们朱可松这么认真啊？就说事业越来越好，名利双收。哎呦，嚯，有钱了！哎，豪车豪宅数之不尽。朱可松有钱了，哎呀，那个豪车啊，哪个叫夏利？什么是豪富啊？买！哎呦，这点小排量的我都给他买回来了。哎，一点零 T 的，哎，还没那饭盒大，都买回来。家里车库摆满了。哎呦，就一个车库就能摆满了。房子豪宅买。哎呦，都是 house 啊。哎，大耗子小耗子。哎呦，耗子像话。不耗，房子啊。房子，哎，大房子。三居，哎呦，三居好啊！每一个城市都买，哎，每一个城市都有您小三儿啊，小三居，哎，都是90平米的，哎，每一个城市都有您小三居住在那里，哎呀，这还一样，
没房子都有啊，各城市都有，又有房子又有车，国外啊，黄金海岸，哎，房奥斯特利亚，我也买个大楼房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到这个太平洋自己买座岛，嘿，我就喜欢那种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无拘无束的感觉，自己是岛主，哎，就我一个人，哎，自己是日子越来越好，对，但是您啊，啊。再聊聊我，您没有我您更优秀了，有你我都没那么优秀，那您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跟你合作以后啊，带德云社举步艰难的，没有任何的老师乐意跟我合作，嫌脏什么叫嫌脏？那为人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呢？觉得呀，朱可松用过的就属于废了还是嫌脏都不认可我呀，不认可，德云社待不下去了。嗯，哎呀，离开了德云社，走了，回到我自己家乡天津啊，各大剧场也不用我，没有办法找一个工作吧，也是朝九晚五的生活，能少赶上裁员，咱也没能力，咱也没文化，把我又给裁下来了，裁员滚滚，你给我滚，没有钱，完了，工作也丢了。这怎么话老话怎么讲的？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哟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一场无情的大火又烧毁了我的家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下着大雨，你们家着火了。这是两句话，先下的雨，后着的火，那能着得起来吗？先着的火，后着的火。我越来越大了啊！就是我想表达什么呀？就是说呀，屋子漏了还下雨，你说它惨不惨？太惨了！就说这个意思。我这边裁员了，本身就没钱，家里着了场大火。哟，那您是平时不注意消防安全的？你不用给我讲你这个，不重要。太重要，太可怕了！火舌唰就喷出来了，对吗？对。哎呀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啊，这火势太大，哎呦，把我们家那房子烧成灰了，都没了，夷为平地。哎呦，不仅房子烧没了，连我们家人都烧坏了。我父亲重度烧伤，太可怕了，全身上下烧伤面积高达98%，98%。火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闭眼了？这20%啊，98%确实有点就熟透了吧？那你这意思呢？大伙来了，我爸睁着眼面对吧？太熟了，这我爸的攥的拳呢。哎呀，这点肌红蛋白全烧没了。我想表达就是烧得很惨，太惨了，对，烧糊了，哎呦，整个人都糊了。有货，哎，拿那个去纱布抹，跟木乃伊似的。哎呀，我心因为这场大火也没落好，哎呀，后边也是一蹶不振，弄了个全身不遂，半身不遂。什么叫半身不遂？一半都不了吗？得了两回半身不遂，太幸运了。这叫幸运啊，一边一回，别给一边身子找麻烦，受不了，恨了。哎呀。媳妇儿孩子还算不错，嗯，当天出去玩去倒是啊，躲过一劫。这那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，就这点念想的。你这种情况下，日子也得生活，哎，对吧？你得活着呀，还要往前走。买房咱也买不起了，那肯定的。租房吧，啊，租了一个地下室。地底下室，对了，什么意思？知道地下室吗？地下一层，地下室的下边 B2。哎。B2，我们五个人蜗居在一个5平米的房子里边，一人一平米，你倒是会分配给我。对呀、啊，还可以吧，没多大啊，蜗居5平米啊，不错了就算。怎么住？你们三口躺床上，给你爸你妈立在门后边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不是。
我父母都那样，都动不了了，给他立立坟后边。你把他放在床上，他也动不了了。你要放在床上，你躺哪儿啊？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？那我父母养一这么大儿子，我也不考虑他们吗？你给他戴个眼罩，不要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。那我不约立门后，我给我父母立门外边多好啊！邻居看着会骂死你的。我都为你想到了。这亲戚朋友知道不骂死我吗？哎呀，你但凡有那个亲戚朋友，你还至于有这种下场吗？造多的孽呀！哎呀，没事儿，洗去你们一家子的罪恶。上下铺哦，父母住下铺，我们三口住上啊。简单的苟延残喘吧，活着。哎，就这么惨了，家里进贼了，给你爸爸偷走了。红弟，你是把我挖到地下二层啊？木乃伊，这我妈在哪儿呢？哎，埃及艳后。谁说金字塔在埃及？住在新荷兰家里，真是你是人吗？胡跑天津来，家里进贼了，把我爸爸偷走了，那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！你是想要是不想要？想要啊，我就不用照顾了。把我媳妇偷走了，那不叫偷吧？那叫什么呀？那叫往前迈一步。我没死，我死了这叫迈一步。是我在的，我没受伤。是他不是想看看地表的空气吗？他不想再在那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当那个死不灵的。他说跟着我们呢，打喷嚏。真的好好笑。媳妇跟跑了，走了，把孩子跟两个不动产给我留下了。哎，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财富。是啊，财富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高警官，我的工作上不了。哎，没办法，照看孩子跟老人，真是找点零碎活吧。哎，重操旧业。就业是什么呀？拿起心爱的快板，沿街乞讨卖艺为生。你们家都烧没了，爸爸烧成那样，快板没有事儿。大火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抢着快板跑出去的？你爸爸对你绝望了，闭上了双眼。就我这故事前后性联系这么强吗？真不要这样，那是父亲。父亲是儿登天的梯，父亲是儿拉车的牛啊！这样的爸爸你要吗？我不要。对吧？你要你不要你，你给我。对，仙灵的时候你怎么不早寄给我呢？现在都这样，不动产给你。不要，我想要一个那个挺头的爸爸。那我这快板快不值钱？哎。找人家借了一副，沿街乞讨卖艺为生，什么过街天桥的地下通道，基本都用我的阵营，就开始了表演。哎，咱俩马上相遇了啊！这一天啊，我在这个地下通道，这正快穿快板呢。您呢有一场天津的省亲演出，正好这路过这儿吗？打远处您就听见有人打快板，您也好好奇呀、啊。哎，走过来您瞧瞧吧。是谁呀、啊？哎，走到我近前儿，我一扭头看见您了，四目相对，空气都凝固了，非常的尴尬。我把脑袋可就低下来，我当不敢说话。哎呀，身份悬殊太大，不是你这个样。我怕什么呢？这么些年，您身份越来越高了，生活越来越好，我怕您看不起我。嗨、哎，我怕您不认我了，碾死你就像碾死臭虫一样。这还没钱，不是我，这个有钱好得了。这咱们不是
去谁去给你刷的呢？就是你要得了霍去，我现在什么演出都没了，我都说能在家歇着呢。放心吧，不会，得霍去是不会的。哎呦，你这个模样，咱俩碰面的，您呢？别看身份高了，但是啊，也放下身份，把姿态放到最低。哎，这半颗雪茄给你吧，我给你配抽那个呀。您的一句话打破尴尬的局面，必须我先说话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太不会聊天了，羞臊了。哎，这回我也被羞臊了，这么多年没喊过，今天成全我一回。哎呦，爸爸，你怎么换成这样了？我把我这些年的亲身遭遇跟你一讲，您怎么心疼我呀？把手机拿出来，支付宝转账500万。那都是我从戒备里给你套出来的。你戒备能套得住？因为我有老抵押着呢。给了我500万，哗，有500的眼泪我都下来了。哎，回去好好生活，给父母看病，买一套房子，剩下的钱干点小买卖，生活日子是越来越好。我得感谢谁？感谢谁？我得感谢您呢。谢谢我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呢？这更好理解啊，就是生死的问题。生死，比方说有一天你死了，我死了，我不得开心死？哎呀，如果贺松的死能换来贺兰一个微笑，贺松死不足惜。生而为人就是为了让大家去。那咱真是这个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有什么？不行，我必须要对得起我今天的观众。贺松想说完这场相声，真好，有意思的人啊！我这意思说就是你啊，假定里边你这人没了，没了，你没了，你的父母就跟我的父母一样，我帮你照看着，我心里真是暖洋洋的。反正也是一样啊。哎，我要是没了，我的父母你也帮我照看，因为咱们是最好的兄弟。哎，都在心里边。面临生死的一死一生，哪一件交情？还有呢，穿房过国妻独立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很好理解啊，它不像过去旧时时代旧社会啊，有那个封建时代的，有那个女性家里来人来客人了不能见面，现在不用。你说我往在家里去了，你媳妇扫地呢，用避讳吗？这避讳什么呀？对呀，你比如刷碗呢，用避讳？不用避讳。做饭呢，用避讳？不用避讳。洗澡的用避讳吗？得避讳。你还拿我当外人了啊？是外人。洗澡呢？哦，洗那个吃的水果了。用避讳吗？那是为了招待客人，不用避讳。真是，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。还有一句，最主要这个唾弃现子的交情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个能做到人太少了。哦，这个好得再解释解释，还得解释。还拿咱哥俩来说，咱哥俩，咱俩不是现在这种状态，什么状态？您呢？现在是一个，70岁高龄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哎呦，我是艺术家了。其实，哇，我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。咱俩差了50岁，忘年交。嗯，我欣赏您的艺术，你喜欢我这个人，咱们哥俩关系好，忘记了年龄。在您70岁的那一年，迎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春。什么叫第一春呢？找了一个女朋友。70了，我情窦刚开。前几十年忙相声呢，哎，忙事业呀。找一个女朋友，大学刚毕业，走出校园，喜欢你，爱我，两个人打算走过往后余生。哎呀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当然往后也没有太多的余生，贺松的时间不多了，没有时间热恋呐，恋爱的时间没有了，一步到位入洞房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这是最后一步，结婚。哎，有一个仪式。女孩子嘛，尤其刚大学毕业，还是那种什么呀，保守的家庭。嗯，20多年了，没搞过对象，跟男孩子连手都没拉过，青涩了，也是第一次恋爱，跟你走在一起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好，结婚当天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什么人来了？国外某公司的一个大老板啊，喜欢您，爱我，
找您来了，打算邀请您到他那个地方演出去。没问题，其实身体还可以的。还想演？那可以演呢。但是人家呢有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你现在正办着婚礼呢，现在就得走。急茬？急茬可以理解，但是就是贺松去那里表演会产生一定的费用。钱少不了，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演出。要求呢是一演呢演10年，每个月工资人民币呢是1000万美金。人民币？这是人民币，是美金呢？折合成美金是1000万人民币，一个月给反正就不少钱。你都走10年，你说我信吗？你以为我没有反诈 APP 呢是吗？不是诈骗，人家就是真是要求你。贼心不死，我70了还想要我的器官？你器官都是新的，也没用过。我摘给你，给扁条底下拿走用去。你现在浑身上下就肾是好的。哦，他就要求你演出去。可以啊，走。可以。10年。没问题，是钱不少，10年也去。去呀、啊，是得去呀、啊。现在结婚啊，正典礼呢，现在得走。没问题，带着我的老婆上车，咱们就出发。不是车，飞机。上国外，上飞机，办签证，上飞机，往外国兜。飞机小，小飞机就是只能坐你、老板、驾驶员仨人，没有地儿放你媳妇儿。这这么大的飞机，这种油箱能飞得到外国吗？我怎么听着就奔着缅甸就去了呢？你放心啊，就只能你们仨走。哦，这地儿它不远，我觉得不远，坐飞机走，坐大巴就能回来，那回不了了，回不来。而且一走就得是10年，可以啊。哎，代表媳妇儿，过几天我再回来，我自个儿我再赶着。回不来，回不来。这个地方啊，就这一趟飞机啊，10年飞一回。你还敢保证10年后这个飞机还能飞吗？驾驶员不死了，肯定能回来。哦，这是一个盲盒性的演出。就说你这个情况，你还去？那我肯定去，给那么多钱，我想去。这么恶劣还能去？我想改变我的生活，我想给他。但是你跟你媳妇现在刚结了婚，你还没入洞房呢。我终有回来的那么一天呢。你走了？对呀、啊，现在你走了啊。好，你现在同意走了啊？你走了，这个媳妇儿怎么办？就把它放那儿呗，这还能臭了呀？这不是剩菜，20刚出头。对呀、啊，年轻孩子，你不得有人帮你照看着吗？对，他不是20了吗？你要说他2岁，我是得照顾。他20了，干嘛呀？20了，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对呀、啊，不得帮你看着点吗？不得托付个人吗？那就给我事儿怎么办呢？给我的父母呗。哎，我的父母啊。70的。对呀、啊。你父母是相片的。你结婚的时候，高堂已经是俩相片在这摆着呢。我的兄弟姐妹。没有，你是独子。独生子。独生子。我的亲友。没有。没有，绝我啊，没有亲朋好友邻居，没有。就这么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老年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状态就养养花，哎，浇浇水呀，溜溜弯啊，打打太极拳呢，没事溜溜狗啊。身边就我一个朋友，你说把这媳妇托付给谁？你放心，狗啊，对，托付给狗。对呀，那对呀，那我媳妇不看这狗，那狗不死了吗？狗丢了，我这没关门，丢狗了。哎呦，就这么说，就我一个朋友，那就只能托付给你了。托付给我，你放心。我放心。哎，倒霉模样，倒霉模样，还这模样，
咬牙这种，放心，不是我七十了，假牙怕跑出去，我放心，都是点儿。你放心，我还不放心呢。为什么？你琢磨呀，我也二十出头啊，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堆两张皮，反正都是屎的。有那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啊，我得顾全我。这是一个要右脸的男人。你以为我照看你媳妇方便呢？他住你们家，我三天两头往那儿串门去，邻居不说闲话了。哎，这说得明白吗？这事儿那怎么着啊？把他接我们家里边来，更方便了，照看起来方便了。对，我就说短了这句话。住我屋，睡我那床。你给那床单洗洗啊，盖我那被啊，给换新被罩。你呢？给你搁大衣柜里，给我上被罩里边啊！我搬出去，我你让我媳妇住你们家，你要走？我住我父母家去。你还有父母呢？我才二十多，对，他父母才四十多。对对，你住父母呢？我住我父母，父母住咱爸爸，我父母住对门。哦，这门是你，这门是父母。对门对门。哦，和亲房。你爱什么房吧，那是我的新房，给你媳妇住，离得近，有时候大事小情照看起来方便。哦，平时咱不去，对吧？也就我逢年过节咱去去。刚搬进来了，咱得买点儿该用的东西。哎，置办齐全了。对了，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、鸡鸭鱼肉、蛋糖、奶糖果饮料、小食品、苏菲欧米护舒宝、八王杰克 ABC， 该买的都买全了。还真是个小暖男啊！得放在门口啊，哎、放在门口，当当当敲门。嫂子，嫂子，给你买了多少日用品啊？好多的吃食，一会儿有方便的时候自己开门出来拿一下吧。我回去了啊。回去了，您给把这东西送进去多好啊！什么？送进去多好啊！你让我进去啊？那不行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人堆两张皮，反正都是屎的。有那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啊！我得顾全我。这左脸也要？对不起，这个看完了，隔三差五，你比方说吧。五月节咱得去一趟。哎，五月节，端午。端午吃什么呀？饺子。对。人家端午吃饺子。五月四到五月五，饺在子时啊。那粽子什么时候吃啊？粽子就是粽子节吃。包点粽子，好吃。哎，基本上用的东西也差不多了。哎，好几个月了嘛，赶紧过去了。买了好多的日用品，什么柴米油盐、再苦茶、鸡鸭鱼肉、蛋糖、奶糖果饮料、小食品、苏菲欧米护舒宝、花王杰克 ABC， 该买都买齐了，包点小粽子都放门口了，当当当，他们嫂子，还来，我小日子过得可真幸福，哎，提前步入小康了，哎呀，看着这些嫂子们，买嫂子。但是我买全，嫂子们用都能用得过来。嫂子们，粽子爆勺了，粽子都给你买齐了，放门口了。哎，小块啊，出来拿啊！我走了，这就送进去吧。提了去，还有那个粽子了，都留我进去，进去吧。我不能进去啊。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啊、人堆两张皮，反正都是屎的。有那会说不会听的，我孝敬黄河洗不清，我得不叫这个。哎呀，这是一个要脸面的男人。八月节也得去。八月节，八月节吃什么呀？吃饺子。八月节，八月十四到八月十五，交在子时啊。那哪天的交子都能吃啊？对呀、啊，要子交子嘛。吃月饼，哎呦，他们那边吃月饼，是中国人就吃月饼。去吧，该买的东西都买全了，又好几个月了呀。哎呀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、鸡鸭鱼肉蛋糖、奶糖果饮料、小食品、苏菲欧米护舒宝、花王杰克 ABC， 你们来着用吧。啊，再包点月饼，都放门口了，到这儿，当当当敲门，嫂子们，我东西给买齐了，放门口了，有时间的自己出来拿。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
这就送去八月节，正是团圆节。不行，他可没着我这个岁数，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屎的。你可会说不会听的，会高兴，黄河洗不清，我得不行，我这乐呵呀。哎呀，真是想的太全面了。春节，过年了，更得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过年吃什么呀？剩饭剩菜呀。我们该吃饺子不吃了。过年了，一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更得去了，得来该买的东西，基本也住进来一年了嘛，都得买，都得置办齐了。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、鸡鸭鱼肉蛋汤、奶糖果饮料、小吃品，差不多。哎，过年前少点东西了啊，不应该啊，这一年都这么全面。对了，到年底犯这么大的错误。没包饺子啊、哦，还有饺子，你包饺子去了啊？哎，这些东西都放门口了啊！大门敲门，嫂子，东西都给你买齐了。过年了挺好，这都一年了不容易，吃个饺子啊，饺子好，吃吧。我走了，嫂子自己过年就进去坐会儿吧，年呀、啊，过年我也不进去，为什么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。人对两张皮，反正都是屎的。有的会说不会听的，我叫黄河洗不清，我不想我这个呀。我就这么跟你说，白天我这一天一天的不进去，晚上他是一宿一宿都不出来。时间荏苒，岁月穿梭，一晃十年，我终于要回来了。孩子放心，你刑满释放，我刚出来，给我发了一个微信。告我了，某年某月我某班飞机啊，我要降落在哪个机场啊？哎，我要回来了啊，接我来，打个顺风车接我来啊！不要告诉我的爱人，哎，我要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小惊喜。挺好，你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？对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什么意思？对吧？有一位老师说过，你要提前一周告诉他，他能提前也高兴一周。对吧？你要告诉他，今天一周要你要回来，他就高兴一周。你当天告诉他，你回来看见了，他就高兴一会儿。对，你应该当时我走那天转天你就告诉他，他能高兴十年。那够呛！你这说完了，我得过去了。到门口敲门，当当当当敲门，敲了十多分钟，没人开门。哟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亮。哎呦，你这，哎呀，你这当当，哎呦。哎呀，急死我！这怎么办？那个大龄青年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这真是的！您先等会儿吧。您竟然有这叫用你们话说话叫调羹，你有这个？不是有钥匙？不正常吗？啊，我不得有把飞机钥匙吗？他在屋里出事怎么办呢？哦，进不去怎么办呢？真是，就怕这一只。好全面呢、啊！一进屋，缺德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正给孩子喂奶呢。正哄孩子睡觉呢，哎呀，给我气的！去，你不准！找孩子，那是无辜的生命。先说这儿啊，老朱该回来了啊！你说就这个，怎么办吧？还能怎么办呢？事已至此，你说怎么办呗？啊，反正他也纳个岁数了，回来也没个几天了，人家不就过去了吗？制造点小意外，谁能知道啊？这叫什么话？这叫什么话？对吗？此家里边多晦气呀！那房不好卖呀，这房多脏啊，对不对呀？来，行，哄孩子去吧。这边刚交代完，大儿子进来了。大儿子今年十岁了，先来了，没进来。哎呦，我去！别叫爸爸啊，再叫爸爸出人命。过两天家里来一老头，老头倍儿胖，管他叫爸爸，知道说的话，算了，就得嘴。倍儿胖，给他练去吧，去吧。这边交代完了，等着吧。没过几天您回国了，哎，打车接您，找一个好的饭店，接风洗尘。您坐在中间的位置，我跟你爱人呢，一边坐这个，一边坐这边，还坐底下，席间说话聊天，饮酒
趣话，说说您这十年的遭遇，这些十年的过往，其乐融融，后边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感谢谁？感谢谁？得感谢我的帮忙。感谢您，没有我，你的日子过不了这么完美。太对了。说到这儿，你觉得我这样的朋友得交吧？得交，得交吧？得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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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！我交你哪一个孙子？为何打我？我走了多少年？十年，十年中间我回来过吗？没有啊。我媳妇儿找过我吗？不认识。我们二人未曾见面。对呀、啊。那这孩子是哪来的？不是，重要吗？不是，孩子嘛，这个东西。我想知道。身外之物。气死我了！你过你的日子吧。我想知，气死我了！只觉得天旋地也转，好像是。天塌地要崩啊！怎么喝多了？我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太难受了。这么点事儿，知道打我吗？我想打死你！我这么帮你，你还要打死我？这是叫帮我？交友无慎，看见了吗？啊！这样朋友能要我这么帮助你，得抽我，打死我！这是帮我吗？还怎么了？是事儿吗？怎么不是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什么就过去，过自己的日子不就完了吗？我不想那么糊涂，因为我现在好有钱，好有钱了。孩子是外人吗？我的，很难理解吗？出来！拔腿的我，怎么了？真是一个出来！不是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不是我没拿你当外人，你没拿我当人。不是，是我的，但是我给你解释，我一切是为了你。叫你告诉我，你走是多大了？70。70，你要从门演出了，走多长时间？10年。10年，中间不让回来，媳妇不让去，洞房也没入。10年以后回来80了，回来你没有生育能力了。走的时候也没有了，钱你挣着了，财齐人不齐呀、啊。谁给你养老金啊？不用你。那么我年轻，我家里孩子多，我怎么把我孩子过去给你的？管你叫爸，给你养老，给你送终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我够对得起你了吧？把你的孩子过去给我了。我25岁，10年我也就30。哎呀，我再要孩子我也来得及。贺松，我养了10年，我给你的，让他管你叫爸爸。我错了，你过来抓我，过来你打我，你我怪你了，打我两下，下不去手，打我两句，张不开嘴巴，猪猪不做人了。我不跟你较真。哎呀，对吗？你是走了，你挣钱去了。把20多岁一媳妇交给我，我也20多呀。街坊邻居谁不说闲话呀？我为了照看你这个媳妇儿，10年我连对象我都不敢找啊，朋友。对象没找，这孩子谁生的呀？你媳妇生的呀？我去你的吧！